一派遥从玉水分，暗来兜洒立山城。姿容东如诗长早，见则春场味更真。你这蒜条翻白眼了。哇，他们这边的酱好辣，感觉我要小心点里面闻着吃。欢迎来到一个新视频，跟我。今天我们还是在济南，然后这个视频在哪里开始呢？在趵突泉。山东当地的朋友就跟我说，你来济南你不去趵突泉就错了。然后现在就已经知道为什么，垂柳特别多，绿化特别爽，秋天的时候天气以及这边的味道就很舒服，是那种春天，呸，是那种秋天的味道，水很清澈。 Oh my god， 你真的要看一下这边的水很不一样哎。 Oh my god， 你们看一下这边多么的清澈，这就是你来济南。Oh my god， 很漂亮。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家是怎么样的，但我老家就在德国的中部，我们也有那种河流，水里面的那种绿色的草也是跟我们德国特别特别像，很美。然后你们看这边还可以许个愿，在济南我给我们许个愿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账号做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努力，拍得越有趣。扫二维码吗？还是怎么扔进去？哇塞，你们这边看一下这个河流，这个树，这整个氛围是真的。如果你们来到这地方，你就是把手机放到旁边，不要看手机，然后就是感受一下这整个氛围，你是在一个济南一个900万人口的一个市中心，彻底的安静，你只是听鸟的声音，河流的声音，就像一个500人的一个村庄一样，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。这个就是趵突泉第一泉，波光粼粼，你看这水面上特别特别美哦，哎，这么好看，真的，我感觉我们的世界特别美好，从地板就好几百年就喷出来水，我们这个地球真的很美好。